啊。我不会怀着执着，剁碎他们的骨头。大权，酬劳已到。 给点酬劳。 怎么有个什么冰原垂钓的东西？我这能垂钓多少回呀？我为啥能一直钓啊？
它得有次数，就掉呗。又给两块，给一块，还让我换杆儿，怎么换杆儿啊？赠送主播圣诞袜、圣诞树，可获得更多垂钓机会。兄弟们，有圣诞袜和圣诞树吗？我从不退缩。有没有？那些随风而来，兜里有没有圣诞袜、圣诞树啊？谢谢皮卡丘，谢谢低调的恒哥，谢谢小鸟须一眼，谢谢斯塔哥。我要看。我自己啊，大剑，反正有就拿，没有就拉倒。剩余垂钓次数18次，这谁给我钓了呀？这臭手给个初级孵蛋券，谢谢小饼甜甜，太板姐，嗯。大家背包里应该有圣诞袜，可以送一下背包里面，应该给100个免费的吧？我这都有。谢谢安静的极地双狼。哎，装备不能卸，
给个泥拉吧。给个泥拉，给张泥拉啊！有剑姬，那可以卸啊？不可以卸，卸不了。还是得给个泥拉把这装备卸了。全是马雷，一轮两块钱不过分吧？再来一块。这么喜欢泰坦啊？不是，我泰坦那把也吃鸡了，所以我给泰坦也没问题啊，不行吗？不可以吗？我上泰坦那把也吃了，我上青云那把也吃了，我泰坦青云随便上吗？有什么问题吗？不显示给了我多少钱呢？这没人要啊，你们不要吗？我要。没人玩哎。
迷人丸，不稀的药都行，我要。伤害够，打的武器大师都很疼。而且不知道给我提供多少钱了，我感觉至少能够提供个20块钱。什么玩意儿了吗？哎，行吧行吧，哎，谢谢小鸟虚银。哎，你小鸟虚银这袜子怎么一直在这儿？我一直卸它，它都转翻了。我赶紧刷新一下。这你不给我补俩飞机儿，兄弟？这波不想输怎么办啊？冒着螃蟹。冒着螃蟹。先不给他这个。最多也就给3块6块的，没啥太大意义。要鬼出鸟盾都没有。你看不给帽子，他也给，行，可以啊，可以的，这螃蟹很上道啊。螃蟹很懂事嘛。看见了另一只螃蟹，变形就算了，这个激光特工也没用，我有老母猪，拿三吧。拥抱你的恐惧。
哎我操！给你，给你，给你，给你！也不偷东西啊！看到我以外吗？亚索二了吗？卡一块钱。小心点。行。可真难得。有猪吗？猪来着，什么意思？别都给爬上去了。哦，我把药剂卖了。过分了啊！再拿一张劫吧，这把没人玩劫，有可能有机会再来一张劫。你看这都没人要了，这都不稀的要呀。小伙子，你不讲武德。青龙刀爬上去，爬上去不吃青龙刀，不吃决斗，那你早说呀，那你都给完了。吃怎么不吃？吃。啊！我操！这么猛。没有猪啊，给只猪呗。我是拉九还第三星劫呢，第三星劫好像好一点。还要啥猪？猪换铁男啊？咋控制啊？没控制啊！现在，哎呦啊！这把追三，好吧，这把追三，兄弟们，这把应该能追到，能应该能追上追三星。我这太有钱了。
是不是可以给一份再给吧？打完了，你螃蟹鬼叔，不要了吧？给闰妞吧，不是给闰妞，给猪吧。爆螃蟹可以啊，算了吧，给鬼叔吧，给鬼叔好一点。完了，我能几个全套下来，不挺好的吗？这一回合多少钱呢？这是太有钱了，兄弟，太有钱了！你能看弹幕不？剑姬换亚索，剑姬亚索没二的换什么剑姬？亚索二的换魏恩啊？这叫前排吗？钱啊，上去你应该让螃蟹吃个剩杯子，忘吃了。爽局儿，兄弟们，我只能说爽局儿。我这一回合十几二十块，我操，我太有钱了。我只能说是纯爽局儿。这都是我的陪练，这都是。谢谢珊珊的飞机儿，的钻粉飞机儿，谢谢。直接拉呀！好吧，那你既然你让我直接拉，那我就直接拉。外面三星武器了，三星武器也没用啊！我要三星结了。这给我来个宝箱，我操，我操，行。还有八绝豆，没想到。没想到还能提升。不急啊，现在不急地。不急不急。我们卡利息地想三不容易。
这家伙，换位置。这波位置不好，没给钱，可惜了。要么回家。鸟盾帽，鸟盾。鸟盾似乎没什么用啊。斗鱼新年小礼物，一只鹰，一只鸭，一只鸭。不要稻草人啊！哎呦我操！我这多少年？我这多少年？哎呀！哎，稻草人拿着得了，兄弟们，不拿白不拿。啊！往这拿一个，15块钱就亏1块，没事。猪卖了啊？卖错了可能，他东西有点多了。我就是无极。有点硬啊，这人动物啊。没用啊，这猪！哎，哎，这是不是有点没呀？
宝箱呢？宝箱也没了。发生什么事了？怎么回事啊？他也没卡我呀。哎，你别拿牌去，别拿牌去啊！操，真是不要脸。哎哎哎！我不行了，我一下差一个，我服了。全卖了，再等一轮，再等一轮，没事，这轮死也死不了。哎，给钱了，咋还打不过我呀？结麦了，结麦了，往左边点放，尽量这波让他打得过我，然后下波正好有还有个怪兽呢，我们再等一波。咦，还有一波呢，这波怎么没给钱啊？坏了，打不过我。哎哎哎，可以！别来吧！哎呀哎呀哎呀！这他妈最后有一张，哎呀！死吧！真是死吧！令我死吧！你也是第一名。啊，你是第一名吗？我是第一名，但我虽然我是第一名，但这把第一名的不是很开心。你钻石了呀？没有，白金二。来个乘胜追击吧，兄弟们。我觉得我今天要上钻石。